这么激动啊？嗯，好久没吃了呢。深呛大虾有没有食欲？这是黑虎虾，这玩意儿很久没吃，你回家没让你骂你买点。哇，这老大，他们还说一吃这虾就是我不吃的东西给你吃，但是我确实也不吃生虾，他海边长大的。你尝一尝，你要信我你就尝一尝。我给你把这个虾线虾干啥呗，给它抽干净。可以，蘸点料吧。不用，就原汁原味的鲜的。拽出来，拽出来再吃。多来一个。吃啥了？你能看着锅里的？拽不出来啊。嗯。你不吃？你在这坐着。我吃。家里有苹果，你不吃？嗯，我吃柿子。我要给你扒一个柿子怎么样？西柿不能吃海鲜啊，一个够了吧？咱们留一个。还有这么多呢？谁上来吃谁就能吃两个。你再买。好吃吗？要素食。肉体呀、啊，嗯，这个肉太多了。